欢迎来到频道 Daily Star News， 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玄机到底多可爱？当援兵言和粉丝同框，生图状态太真实。近日琉璃电视剧大结局，男主角和女主角终于完满大结局，粉丝们开开心心的，就好像是过年一般。而剧中的那男女主演也变成了小有名气的演员，不得不说也是令人十分的开心。近日作为女主角的袁冰妍也是出席了一个粉丝见面会的线下活动，很多粉丝都十分期盼能够见到这位可爱的玄机。毕竟在电视剧中的袁冰妍是一位十分可爱的少女，所以很多人也想看看真人是不是也是这么的可爱呢。其实看惯了电视剧之中玄机的造型，很多人看到袁冰妍真人的时候可能都还有些不是很习惯，造型的不同也是会直接引起真人气质的不同，所以当天看到穿着现代服装的袁冰妍，除了不习惯之外，也是被她的美貌给惊艳到了。我们可以看到活动当天的袁冰妍也是身穿了一条白色的连衣裙，头上戴着白色的蝴蝶结发夹，真人的身材也是十分窈窕，气质清纯甜美，所以当粉丝们看见真人玄机的时候也是十分兴奋。那么看到玄机的真人之后，和电视上会不会相差很大呢？要知道娱乐圈的明星很多时候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，都是会将照片进行 PS， 再加上现在的科技技术太强大了，就算是视频也可以直接加滤镜，所以很多时候会出现见光死的情况。但是在现场看到袁冰妍之后，发现离开了精修的袁冰妍和电视剧上也没有什么两样，但是却也许是因为现代装的缘故，看上去比较成熟，没有电视剧中那种可爱的少女感。不过真人确实是比较消瘦，大概就是为了上镜的缘故特别进行保持的吧。真人的袁冰妍也是十分的亲切大方的和粉丝们合影，当他和粉丝们同框的时候，什么叫做女演员和素人的差别也就明显的展现出来了。而且面对镜头对脸的状况时也丝毫不惧怕，照片里面大脸的样子袁冰妍依旧还是美女。不过不得不说袁冰妍保养的实在是太好了，因为这样的高清镜头下没有滤镜的生图里面，袁冰妍依旧是皮肤白皙光滑，没有一丝皱纹。到底多可爱？当袁冰妍和粉丝同框，生图状态太真实，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看的呢？是不是也觉得袁冰妍很可爱呢？欢迎留言评论。